大公文匯 連在一起的電子報，現在兩份變一份的，即我就叫它做大私報，那份叫文匪報，那個匯字就像個匪，是吧？那大公其實就是私，是吧？私就是共產黨一黨之私，是吧？今天就出了一篇文評論人，這些他最流行的一大批，這些就全部都是共產黨香港的寫手寫的，寫這些文的人不是香港人來的，我都試過被大公報 N 那麼多年前，我那時做龍門陣點我名字，說我荼毒青年蠱惑群眾，那時即還未香港還未主權移交，我當然是回敬他，因為我跟左報不戰有很多篇文嘅，啊，第日即係逐啲攞出嚟俾大家睇啦。咁你會睇到咧，佢呢啲所謂評論人咧，可能係集體創作啊，佢唔係一單真係某一個人嘅，係嘛？